以上所講的就是講什麼呢？那 我總括一下意思，就是說聖經所講的基督徒被提並不是免去災難，而是耶穌回來的時候我們被提。不過聖經有講到在天下人普天下受逼迫的時候，我們神呢災難的時候神可以保護我們，神是可以保護我們的。那怎樣保護法呢？其實有不同的可能性的，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。我們看到這些，我只是講可能性，即是事實上將來怎樣發生我不知道，但是神是會保守祂的子民，但一樣會有基督徒會被殺。被殺的不一定是軟弱的，即是剛強的都會一樣會被殺，但這個 是神所喜悅的。但是神都會有方法去保守祂的子民的，即是說 到耶穌回來的時候不會個個基督徒都死了的，是會有很大批的仍然是神保守祂們。那有什麼方法呢？我就講出一些經文，講出神可以做什麼。大家如果聽過摩西上西奈山四十晝夜，他有沒有吃東西？有沒有喝東西？沒有啊。即是告訴我們，到一個逼迫很強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呢大家一起祈禱，可以不用吃不用喝都可以。這個一個方法，一個方法只是聖經有的嘛，是吧？第二個方法，五餅二魚。五餅二魚喎，那 你說我連餅都沒有喎，那可能你找些草啦，五草啊，無論什麼食物都好，總之你有少少你就將它分開。其實現在都有些人有這樣的神蹟喎， Heidi Baker 都講到，他有見證帶講到得很少食物，因為分了給很多小朋友吃，為什麼夠吃的呢？這個就是神的方法來的，即是這個第一就是神的食物的供應。第二就是神可以派天使保護，即是好像以利沙，當敵人來攻擊的時候，但是圍著他們的火車火馬比敵人的更多，同埋亦都令到敵人的眼睛迷糊。我亦都認識一個基督徒被逼迫的時候，這個在即一個其實我有這個影片的放了上網，就不在這個，在我有另一個地方，即是我 YouTube 有兩個戶口的，另一個戶口那些就放了上去的。咁呢個講到佢乜嘢呢？喺受逼迫嘅時候，嗰啲人真係嚟揾佢啦。呢個唔係而家有受逼迫啦，之前幾十年，唔係幾十年，佢都未有幾十歲，即係話二三十年之前啦。嗰啲人真係走嚟再揾佢喎。咁佢就走上樓上，咁佢就喺度祈禱神啊，你幫我啦。跟住有個兵行到佢面前喎，有警察行到面前，企喺度嚇，佢去邊度咧？佢又喺個腳下喎，行咗邊度咧？跟住又走咗去咯喎。這個第一次，第二次呢他就走去張床那裡，那個警察就走來不斷地撩空牆那張床，明明他在那裡，但是他說沒人了沒人，那就走了。神可以隱藏人的眼睛的。有一個在台灣的叫 Good TV， 即是 Good 即是好啦，好 TV 都有講到一個見證，有一個藏毒，他又不是販毒，他是買了毒品來吃的，那是買很多的，即是一次過買多一些，又不用分開買了。但是呢他就有一次警察來捉他，那 他又聽過耶穌，他說耶穌說求你救我，你救我就信你的了。那呢神又聽他祈禱，那些人不斷抄抄抄抄抄抄極都抄不到毒品，拉去系統就看不到毒品。即當然我們不是鼓勵人們吸毒，但是神可以做這個方法，即隱藏令到人眼睛迷糊看不到。好了，另外呢聖經講到腓利，這些我講出來不是說我們個個都做得到，而是越親近神的人越可以做得到。腓利呢就是他傳福音給了埃提阿帕 的太監，傳完之後呢就被提去了去，就去到第二個地方，那個太監又很開心咁啊，就翻開心心翻去喎，又冇記載佢喎，好做乜事啊？咩發生咩事啊？咁啊，而係好開心咁樣就翻去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可能性喎。大家如果有機會，如果成日識睇英文咧，可以就算你唔識聽啦，你識睇啦，你可以 YouTube 咧 set 咗嗰個其中個設定咧，就係可以有英文字幕。咁你一睇咗英文字幕，睇下你要聽慣噶啊。即係譬如有些人去到外國咧，我初頭去的時候都很多事聽不到嘅，即係佢哋講得很快，嗰啲口音又不同。但係聽下聽下咧，就會慣嘅。咁有個節目叫 It's Supernatural， 即係超自然嘅。那個負責人叫 Sid Roth，
咁佢都講到有好多不同嘅經歷，其中有講到有人係點咧？神要佢宣教，佢話我又冇錢，我又冇護照，咁又點樣？佢話神就同佢講：你去呢個機場，進入呢個試所第幾格，你就喺度敬拜啦。咁佢就敬拜咯。敬拜完出嚟咧，已經發覺去到目的地嘅地方。咁啊，呢個網上嘅影片咧，其實喺網上有好多啦。當然我哋呢只係作為參考，我哋唔可以話絕對係有。不過我去非洲亦都見咗個牧師，佢並且有見證人喺度話，佢話佢曾經咧冇見過呢個人，即係冇面對面見呢個人，然後去到嗰度為嗰人祈禱，個病好翻喎。咁而好奇妙就係佢手機喺個街度跌咗，跌咗係呢個女人執到喎。個女人執到電手機，跟住呢個牧師就借人嘅電話打翻俾佢自己電話啦。佢話：啊，你而家揸嘅電話就係我跌咗㗎。啊，我係咩牧師啊咁。咁然後咧，佢嗰個女人就即係叫佢喺邊度等，俾翻個手機佢啦。然後佢去到嘅時候咧，嗰個女人話：啊，你就係嗰牧師走嚟為我祈禱，醫治我病。咁個牧師話：我都未見過你，我都唔識你喎。但個女人就話：我真係見到你係你嚟嘅。咁咧呢個見證啦，亦都係放咗喺 YouTube 嘅，即係應該整緊或者已經放緊咧。我喺啱啱上一次去宣教嘅時候咧，所經歷嘅。咁呢個牧師仲有另外兩次喎，一次咧就是、有個人喺度揸車，佢就話：啊，牧師坐咗我隔離，就同我講：你唔好揸咁快啦咁。咁佢話：我真係冇去到你嗰度啊。咁第三個經歷就係有一次佢講到嘅時候咧，有個姊妹咧就不停咁喊啊。咁佢就講到完之後，佢問佢點解你咁喊咧？佢話初頭我見你講到就係你，點解講講下變咗耶穌喎？呢個牧師真係好特別嘅，即係佢個經歷咧係非常之特別。咁所以我哋睇到咧，原來呢個世界上都有啲人係有超自然嘅經歷。咁大家如果睇我嘅影片裏面有黃傳道咧，佢祈禱係次次都可以上天堂嘅。佢上天堂無數次，你喺嗰度亦都有好多好多嘅見證啊！即係佢曾經同我講過好多，我亦都攝錄咗佢一啲嘅影片，同埋佢去到天堂咧係有證據。點解有證據咧？因為佢見過有啲死咗基督徒，由佢死咗基督徒佢講嘢翻嚟嘅時候，佢家人證實嗰啲係佢私人嘅説話，係黃傳道唔知嘅，係但係黃傳道係一早即係能夠講得出佢嘅私隱出嚟嘅。就證明佢真係去過天堂見過呢啲人，咁有三個影片嘅，黃傳道一個後生嘅女傳道嚟嘅，咁我嗰啲影片全部整蒙為咗保護佢嘅，咁即係呢啲都係神可以俾我哋嘅幫助。咁另外耶穌講得好清楚，受逼迫嘅時候你唔使諗講乜，聖靈會教你講乜，咁所以到嗰陣時咧，聖靈話你入呢間屋啦，匿埋啦，敵人睇唔到你噶啦，你去邊度你祈禱啦，神會供應你嘅食物。或者點樣嘅方法，神總有佢嘅方法。只要我哋聽話嘅時候咧，我希望大家即係諗住點咧，到嗰時咧，我就會見到好多神跡，好多興奮啊，會有好多新奇嘅嘢、奇異嘅嘢係我而家冇經歷到嘅，亦都會有更大嘅信心。當你有更大嘅信心嘅時候，有敵人追你，可以行喺水面上得嘅，因為耶穌都有試過叫彼得行喺水面啊嘛。咁我哋都可以嘅，即係話喺聖經裏面所講嘅異能。我哋都可以做，或者甚至係唔係聖經有講嘅？我主要講就係話神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唔係話一定會發生，但係你憑信心，你相信嘅時候，神會行神蹟奇事。好啦，咁如果喺咁嘅時候，我哋最緊要乜嘢咧？最緊要就喺神嘅愛中親近神得力，呢個係最緊要嘅。咁而最緊要咩咧？大戒命同大使命。因為我見到好多人追求乜嘢咧？成日追求醫治。成日追求恩膏，追求安慰先知性嘅説話，而唔係追求大戒命同大使命。這個先是神要我哋追求嘅嘢。當你有大戒命同大使命嘅時候，你其他一切神都會照顧你嘅。大戒命就係愛神愛人，而大使命咩咧？一齊讀啊！傳福音、建立靈命、侍奉神、訓練人侍奉神，就係話我哋去傳福音啦，去救人嘅靈魂，同埋建立佢嘅靈命啦。又亦都侍奉神，無論做到乜嘢小嘅事，聖經耶穌好鼓勵我哋，你只要將杯涼水俾一個小子，不能把得上次神係紀念嘅，小小嘅侍奉神都紀念嘅，同埋訓練人侍奉。咁你話我唔係好識訓練人喎，你就算教佢祈禱都係訓練佢喎，係咪啊？你教佢點為人祈禱，點樣幫人信人、帶人信耶穌，都係訓練喎。小小嘅侍奉都係神所喜悅嘅。咁所以我哋其實每一個都可以。無論大小的侍奉，好了，那來到反教的時候人會說什麼呢？這些交叉真的不好的，
佢哋話神係真嘅。嗱喺網上有時有啲羣體會有啲人發出信息，猛咁話神唔係真嘅，呢啲係假嘅咁樣。我唔知道大家你啲羣組有冇見到啊？咁咧你見到嘅時候，你通知嗰個羣主啊，將佢攞出去。咁咧第一隻你就唔好受影響。如果你有受影響，你可以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可以幫助你嘅。同埋有啲人話個個離開主啦，做乜你仲留喺度啊？咁啲牧師都唔信啦，咁啊，你餓得幾耐啊？你啊就嚟死㗎啦咁。但係我哋深信神一定有方法。你真係蠢啊，笑你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話唔緊要，我哋有從神嚟嘅智慧。神都幫唔到你啦，佢打你，你點幫你啊？但係神有佢嘅能力。咁有啲人喺逼迫嘅時候都話打都唔痛喎，要即係你喺嗰時候你就親近神，從神得力。尤其我哋經歷到聖靈，保持隨時經歷聖靈咧，係我哋得力嘅。咁有啲人就話信主係犯法嘅。而家咧係唔準人信主啊！你信主係犯法嘅，但係聖經話信從神，不信從人係應當嘅。喺嗰個時候咧，我哋就算係犯法，因為如果政府話你唔準信耶穌，呢個係政府嘅錯誤嚟嘅，同埋咧佢哋會折磨你㗎咁。但係我話唔緊要，神會紀念嘅。嗱，愛心冷淡嘅人可能會講乜嘢咧？哎呀，我又冇力啦！而家都好多㗎啦。哎呀，我冇力啦。哎呀，你點關心我啊？哎呀，你冇個人關心我嗱，呢啲就係好多時人注目喺自己啊，注目喺自己問題。我哋點解注目喺我哋做啲乜嘢，為神做咩，神就喜悅啦。神都唔幫我嘅，淨係幫佢又唔幫我嘅嗱，呢啲都係埋怨嘅説話，都唔應該講嘅。信咗咩用咧？信咗耶穌又係揾唔到對象啦，信咗耶穌又揾唔到工啦，又冇朋友啦，又病啦咁。其實很多時候這些都是因為人不照顧自己，沒有靠著神照顧自己，愛主就是損失了、我又失去什麼什麼，這些都是錯誤的看法了。祈禱沒有用的，有些人真的這樣說，因為他的心是想什麼？快點找工，祈禱都沒有工的，祈禱都沒有結婚的，祈禱都是有情緒的。我們除了祈禱，我們都要處理生命的，還有相信神的愛，相信神祝福我們的。如果這些事上你有困難，你是可以找我或者同工去幫你，去輔導你，幫助你去處理，但是幫你的時候你又真的去做喎。有些人很喜歡有人幫，不過幫完又是這樣，下次又找第二個幫，因為覺得被幫的時候開心一點。但是人的幫始終不是最重要，是最重要我們找神的。有些人我侍奉神很懶的，我經常都喜歡睡覺，但是我們侍奉神其實是神喜悅的。好了，見到來到反教的時候，我們需要怎麼做呢？第一，我們不搖動，即是說幾多人搖動都好，就算牧師跌倒，我都不跌倒。即係呢個第一，信親近神、遵從神不跌倒。第二咧，接受狀況。聖經話好多人會跌倒嘅，我哋接受呢樣嘢，憐憫啦。有咩機會幫人，我哋就憐憫佢啦。防備喎，都要防備喎。喺聖經裡面咧，佢係講到受咗呢個受印記嘅人係唔能夠進入永生嘅，即係話呢一個罪咧係冇得反悔嘅。咁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受呢個受嘅印記，受一受印記嘅人，我哋係要防備。我哋要分辨人嘅，唔好係人都信佢一定會對我哋好嘅，甚至有時係親人，甚至有時係以前認識嘅基督徒都可以陷害我哋。咁所以我哋要防備，但係我憐憫，但係有信心，企得穩。預備面對逼迫嘅時候，我哋需要咩啊？信心嘅第一。信心其實是很多人不得醫治的原因。很多人為什麼呢？我祈禱很久都不好、我祈禱很久都睡不到，我很煩、為什麼呢？他們祈禱神啊，我很需要你快點救我，快點幫我，我睡不到覺，快點幫我睡覺，我要睡覺啊。他祈禱是他越猛越睡不到、你想睡覺呢？我鼓勵大家祈禱放鬆，耶穌愛緊這個信心。聖經那你說你自己話耶穌愛你，耶穌幾時話愛你？聖經話咗佢愛我哋噶嘛？有啲人話你話耶穌喺度，耶穌幾時喺度啫？但係聖經話佢常與我哋同在噶嘛，係嘛？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佢喺我哋前後環繞，我哋按手，我哋身上。所以祈禱時學習成個人鬆曬，耶穌幫緊我，耶穌愛緊我，唔使擔心啊！放鬆的人祈禱，你每天都這樣祈禱的時候，還有走路搭車做什麼都是輕輕鬆鬆，我們任何擔子都不擔得的。你心急一件事，你一心急那個人就開心，
就會有問題，即係咩事都係嘅。你緊張咩事，總係有啲問題嘅。咩事都係，我哋盡咗責任，我哋就放心放手啦。所求於管家是要他有忠心，我放心就得啦，咁就唔使再孭住擔子啦。好啦，即係呢個信心，你信心就神幫緊我嘅，我咁做神喜悅。嗱呢兩點大家記住，我一親近神，神就親近我。其實我未親近神，神已經親近我噶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做咩事神歡喜嘅，神一定開心嘅。神叫我愛人，我愛人，神就好歡喜，即係不斷鼓勵自己咧，個人就會開心。咁個人就會得醫治。所以希望大家唔好俾嗰啲負面思想一路影響啊。咁同埋忍耐到底啦，堅持信靠神，就算有痛苦唔死得嘅。嗱話俾你知咧，唔死得嘅。我知道有啲人咧，佢做乜都驚到不得了嘅。哎呀，要剝牙，哇，驚咗好耐，結果剝完又係差唔多。哎呀，要睇醫生又驚咗好耐，跟住睇醫生又係差唔多，過後又唔記得曬。但係之前咧驚咗成個月，其實那個驚咧令到佢好痛苦嘅。咁其實唔死得嘅，痛唔即係就痛下唔緊要嘅。咁同埋永遠都係啊侍奉神去祝福人啦。好啦，揾機會去幫基督。呢、这個明白呢個世代基督徒咧，佢哋咧明白佢嘅狀況。呢、这個世代基督徒嘅困難，我哋講出嘅困難。第一種就係沉睡嘅基督徒，佢唔介意耶穌嘅吩咐，佢唔介意好多嘢，但佢只係話我自己想得到乜嘢。咁啊，有啲只係追求經歷，想經歷聖靈啦。嗱，經歷聖靈係好嘅，不過佢只係每一次話。哇！嗰度有個好強一高嘅，我要去嗰、那個。喂，仲有個仲強啲嘅。啊，下個禮拜有邊個嚟？成日都追求呢樣嘢嘅時候咧，呢樣嘢係唔能夠維持嘅。我自己我發覺，我去到一啲好強嘅聚會，好強嘅經歷聚會之後一定減弱。不過嗰幾日都好強嘅。不過嗰幾日如果我唔保持，一樣會失去。所以呢個恩高咧，其實係需要保持。而家需要保持好緊要信心。耶穌愛緊我，耶穌同緊我一齊，耶穌陪住我，你就會經歷聖靈更多嘅。我哋有人為我哋祈禱，而我哋知道佢係可靠嘅，係好嘅。不過唔好成日都係追求經歷，係追求點活出嚟，同埋追求先知啦，追求預言啦，同埋咧避災難。有啲人就係想避災難。咁而好即係好多人冇做嘅就係話冇做主嘅吩咐啦。咁咧就唔係呢個做主冇吩咐嘅嘢。大家有冇聽過神都話：哎呀，我又被魔鬼攻擊啦！有冇聽過啲説話？哎呀，魔鬼又攻擊我，又病啦！哎呀，魔鬼又攻擊我，俾人鬧啦！哎呀，夫妻不和啦，魔鬼攻擊佢，乜嘢都賴曬魔鬼啊！咁啊，成日都係一種懼怕嘅狀態。好多喺聖靈圈子嘅人都有呢種嘅情況。其實呢個係一種，我可以話一種異端嚟嘅。因為聖經唔係叫我哋咁成日驚啊嘛，聖經叫我哋相信我哋得勝嘅。咁咧，同埋有啲舊跟從舊約規條。即係有啲人咧就覺得咧守翻安息日咧就勁啲嘅，守曬啲節期又勁啲嘅嗱。守節期作為紀念係好嘅，不過佢覺得好似守完咧就好啲嘅咧，佢好多人佢就會到時到後又去以色列啊，去邊度就守節期。咁其實呢、这個喺保羅喺加拉太書四章十節一齊讀啊，你們緊守日子、月份、節期、年份，我為你們害怕，恐怕我在你們身上是枉費功夫。聖經又講到。你成日守啲節期啲舊約，你以為好啲咩？聖經教我哋係愛神愛人，傳揚福音，建立人嘅靈命啊，唔係守啲節期啊。嗱，守嘅時候嘅心態係紀念神嘅工作冇問題。不過有啲人覺得你唔係咁做，你就得唔到超然嘅祝福，呢個係冇聖經嘅支持㗎。咁亦都好多人唔跟從大使命。我呢度就講出有啲人依家呢個世代總係注目喺我要乜，唔係神要乜。當我哋為主作美好。辯證打美好嘅仗，就主就喜悅同埋祝福。你想唔想啊？其實我哋可以，我正先講到乜嘢咧？我哋每一個都會面對喺個逼迫嘅時候，但係我哋靠住耶穌可以得勝，亦都喺個時候係有美好嘅見證。並且你喺個時候你堅持依靠神，堅持作美好見證，信靠神嘅時候，你嘅賞賜係大，你嘅生命都提升到好高嘅程度。喺個時候可能冇牧師喺你周圍㗎。唔緊要，你所學到嘅，你其實而家學習不斷嘅依靠神，唔好驚嗱。好多人聽完我講咧，驚啊，死啊，死啦，咁樣點算咧？咁樣其實地獄係更加可怕，或者唔行神嘅路更加可怕。但係當你行神嘅路嘅時候，
係唔使驚嘅，咩嘢神都勝過。我希望大家有一個耶穌所講嘅心態，當你見到呢啲日子嚟到嘅時候，就挺身昂首。我哋得贖嘅日子近了，我哋亦都可以見證神。但係可能心中有啲人就話：哎呀，唔輪到我啦，你做啦，我唔得噶啦。哎呀，係你幫我啦咁。但係當你有信心，你真係可以解脱，脱離一切嘅困難痛苦。我哋今日咧為大家禱告嘅時候，一方面係幫助你面對困難，第二方面咧都想你去諗下，我可以保持聖靈恩膏，可以保持神嘅同在，可以帶住神嘅能力去祝福人，我可以靠住耶穌凡事都能，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經歷到的，是有時需要時間，但總之你渴慕神的時候是必然可以經歷到的。在這裡有沒有人，我又想示範一下為人祈禱，那個被禱告的人的心的開放，有沒有兩個人願意出來，一兩個、誰都可以，即我示範怎樣你投入，怎樣渴慕，你自己都可以經歷，我也都為你祈禱。有沒有一兩個想願意出來我示範為你禱告的，有沒有？誰都可以的，不用等人，你想的就可以的了，不用望人，你願意就可以出來，即是說給大家看到你都可以經歷的。有沒有誰想的？ OK， 好好勇敢。還有沒有可以兩個出來打一句歡迎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 Simon， 還有沒有想出來的？OK， 好，放鬆人啊。好，在這裡。好，有人幫我揸住個麥。幾個人呢度？好，放鬆人啊。大家企起身，一路諗住耶穌。保持恩膏係好重要，保持聖靈恩膏好重要。其實你哋個個都可以經歷嘅喎。當你個心打開，耶穌，我好渴慕你，我好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就喺度幫緊我哋，你同緊我一齊，我喜歡你，我知道你見到我喜悅你，你一定會歡迎的，你一定歡喜我的，一定來到我身上祝福我的，多謝天父。你兩位都渴慕神，在渴慕神，我現在不按手住，看看你在這段時間我未按手，你的心渴慕會不會經歷到神的同在，多謝天父。大家黑文眼，跟住個心裏面跟住我講得㗎啦，唔使講出嚟嘅。啊，嚟咯呀！哦，嗱，不如咁啊，你可以學我咁啊，喺個心嗰度呼叫出嚟。啊，嚟咯呀！將啲重擔釋放出嚟咁。啊，嚟咯呀！多謝耶穌，放鬆個心口。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。我揸只直情啲，按手嗰時你就同揸。我而家呢一陣咧，我淨係喺度一路愛慕神，你就放鬆嘅。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。嗱，你個心嗰度發出嚟，放鬆曬，因為諗住神。涌入我哋嘅裏面，聖靈涌入我哋裏面，我哋嘅心又涌向神。哈利路亞，主啊！雖然我哋有軟弱，但係唔緊要嘅。神，你喜悅我哋有呢個心去親近你，你喜悅我哋嚟到你面前，你歡喜我哋，我哋就放鬆個人，相信神會照顧一切。哈利路亞！神會照顧一切嘅，我唔需要擔心。不需要憂愁了。大家有些人站在這裡，你發覺身體會搖動聖靈的能力，你又有了它，你放鬆人，你覺得一種能力搖動你，還有你覺得平安輕鬆舒服的。大家合埋眼下，放鬆的人一路想著耶穌同緊我一起，耶穌陪緊我，一路想著好像聖靈由你的頭那裡湧下來。哦，我們的心又飛去神那裡，神啊，我快跑去你那裡，我飛去你那裡擁抱你，我跑去你那裡擁抱你，我歡喜你。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讚美耶穌，讚美耶穌。
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。多谢天父，可以冇晒重担啊，冇晒烦恼，冇担心，冇忧虑，释放我的念，使我冷静。拜你，释放我的念，使我能真你面，让重担卸下，使我能得释放，释放我的念，来敬拜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释放我哋嘅灵，将啲重担吹出嚟，喺心底处，哦，将啲重担吹出嚟，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嗱，我问下呢两位弟兄先啦，喺呢一阵咧，未同你按手啦，你有冇任何感受？内心、身体有冇任何感受啊？有冇觉得平安、轻省啊、舒服啊？咁样有冇啲经历感受啊？有可以岌頭啊？有冇啊？身體搖動啊！你講下你有咩？我搖下個心咧，個心覺得點啊？好平靜。係好平靜啦，身體會覺得舒服啊。嗯。係呢個都係聖靈叫我肉身安然居住。你咧有冇任何經歷？好似冇。好似冇，唔緊要嘅嚇。嗱，放鬆嚇。我而家我為你按手嚇。好。個心裏面一路諗住耶穌，我歡迎你，耶穌。主耶稣爱我，嗱，每一个都喺度相信耶稣，而家爱紧我哋，哈哈哈！而家耶稣爱紧我哋，主耶稣爱我，耶稣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言告诉我。主耶稣爱我，耶稣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言告诉我，一路谂住。耶穌真的愛緊我哋，因為真的喺度咧擁抱緊我哋，祝福緊我哋，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，按手我哋身上，一路相信嘅時候咧，神啊，你喺度祝福緊我。嗱，點解我用一段時間俾大家咁做呢？等大家學習你自己親近神啊，每日親近神嘅時候，你可以得力啊。嗱，你試下伸高你嘅手向天，神啊，我歡迎你充滿我嘅心，開聲講。我歡迎你充滿我的心，我知道你好想充滿我的心，我知道你想改變我的生命，我需要你啊！哦，耶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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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啊，哦，耶稣，我的心平稳安静。好像天国来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平稳安静。耶稣有你，我就平稳安静啦，将啲烦恼放低晒啊！我的心平穩安靜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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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哦。舒服力量的，请你举手，有几个有的，举高手。你发觉很多自己都会经历，原来圣灵是随时来到亲近我们的，不是好像我们哀到他来，是他哀我们，感动我们，打开他心给他进入我们里面。是神已经很久很久等着我们，是神在寻找拯救我们的。我们真的多谢耶稣。好了，请问你时有冇喺呢個時候經歷？你感受經歷係點啊？而家都係平靜。係啦，平靜。有冇覺得好似輕飄飄咁樣啊？係輕飄飄啊！呢個都係聖靈臨在其中一個跡象嚟嘅。嗱，就先你咧，差唔多跌過，我扶住你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冇推你，你知道啦，我冇推過你啊，係咪？你嘅感受經歷係點啊？你可唔可以講出嚟？唔係好強烈。不過唔緊要，但你 OK 嘅，唔緊要。但係你唔使好強烈，你個心會覺得平靜一啲，舒服、輕鬆個人覺得舒服。即係呢個咧，我主要係幫大家敏感到聖靈嘅臨在。有冇覺得輕鬆舒服啊？咁樣啊？有少少。有少少嚇。咁咧，你就保持。嗱，你唔好話喂，企一陣好咧，我企喺度傾偈啊嗰啲，而係整個時間投入。咁我哋一陣間越嚟經歷強，同埋我最後嘅時段咧，會幫大家進入更強烈嘅經歷，亦都可能有人會經歷喜樂啊，更大嘅能力啊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就大家可以嚟到前面，睇下邊個想啊更大嘅聖靈充滿，我都係願意為每一個禱告嘅。最緊要你專注，同埋你唔好期望人啊，即係我哋只係個神用嘅器皿去幫助你。但係最緊要係你自己渴慕神，渴想神。咁你發覺咧，你渴想嘅時候，神就會臨在你身上去祝福你嘅。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志光啊，嗰張可以擺起，我驚啲人撞。放鬆一下。嗱，有重擔煩惱嘅你話唔緊要嘅，神會幫我嘅。我唔使咁孭住擔子嘅，你覺得哎呀好多困難唔緊要嘅，神係凡事都能。嗱，邊個有經歷嘅係可以分享嘅啊？邊個有經歷嘅都可以分享。大家放鬆的人專注，你想像自己好像飛到神那裡，好像整個人飛起，神啊，我來你那裡，或者想著聖靈就在天那裡，哦，這兩種的思維都可以幫大家的，好像整個靈呢飛去神那裡，哦，飛啊飛飞呀飞，飞到神的怀抱里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到神的怀抱里。放松嘅，神啊，我需要你。你会发觉咧，个人好平静舒服。你就話神啊，可以保持呢種關係。哦，我歸你，我歸拜。
凡勞苦擔重擔嘅，可以到耶穌嗰度，神就使我哋得安息。耶穌話：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轭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因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耶穌話：我嘅轭係容易，係擔子係輕省，唔使擔心，唔使憂愁，唔使孭住擔子，輕輕鬆鬆。哦